老板关心我被同事撞见，肯定会自杀的。王涛，你嘀咕什么呢？上班睡觉，要不然还没领回家去。嗯，没事，队长，我体格好，不感冒。一会儿把罚款交了，再往下你不用来了。你看还关心我，那把我累的回家去。老板，文件。很急啊。你说方案吧，还得改。但是提案方案写啊。算了，就这样吧，不错，下班。你今天怎么这么好奇？哎，不是你误会我吧？不是你跟人家说给我面子。你先吃这个。嗯。你干嘛？哎，不是，你刚刚开会说了那么多问题，嗓子肯定都累了，吃个绿箭润喉糖吧。这个润喉糖跟普通的喉糖不一样，没有药味，不辣嘴，不含罗汉果、金银花、菊花等草本精华，还添加枇杷、秋梨等果味平衡口感，酸酸甜甜的，清润又好吃。平常用嗓多，嗓子干痒，日常清润必备啊。真贴心啊，你是不是想蹭个我尝菜？不是，公司哪不大好啊？怕什么？是我办公室啊！老板，我来就好。李快乐，你李快乐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再敢上门玩游戏，你俩一起收拾东西，滚蛋！好、哦。哎，老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不是他那个笨。呀，阿妈，bad boy don't good thing， got it。